昨天啊，这不是今天的啊，昨天的记者会上，陈部长说医务同住家人不列入施打疫苗对象。伟大的政府，你们知道有多少护理人员害怕传染给家人吗？在外租屋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些钱也是我们自己在负担呢。医护累垮要离职，就一直道德勒索，说要同岛一面。到底是谁管医护人员的命？你们在这一些讲话的人，有没有去考虑到我们的心情啊？啊，我们这个同住家人都不用打疫苗。谁跟你讲打完疫苗就不会？那前面阳明医院804的护理人员，啊，他们打完两剂了还是一样被感染啊？那请问一下，有没有感染到没打疫苗的家人？打疫苗只是提高保护力，降低重症而已，没有告诉你不会确诊呢，一定100%不会确诊呢。医院我们出去之后有没有可能会感染到？还是有可能哎？有没有顾虑到我们这个护理人员的心情啊？还有家属的心情啊？啊？第六个，医护挖鼻孔一周一次，最近一堆人很爱群聚，很爱乱跑，哦，就觉得待在家里很辛苦啊。那你有没有想看看我们每一周每个人要去挖？你们去看一下我转贴东森底下有多少的护理人员在讲啊？你有没有看到昨天的例行性挖鼻孔就被挖到流血，我就哭了啊？你们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有没有良知啊？每次说不可以骂你们，你们很辛苦，难道我们在第一线的人员不辛苦吗？不辛苦吗？他最后讲了，以上不认同的人请绕道，没有处在水深火热战区是不会懂的。然后呢，一堆莫名其妙的网军都来问我，没有在第一线工作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前面在前线工作20年的时候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第七类无限解压缩我都很想讲啊，你们这个第二类我都不想讲，什么叫特权？你们那些政府的人才叫做特权，哈，特权哪里不发生？第二线的，哈，你中央政府会接触的，请问一下，有我们第一线的护理人员接触得到多吗？有我们同住的接触到多吗？你们政府官员很重要，我们这些医护人员的家属不重要吗？莫名其妙哎，啊，一天到晚觉得你们很高尚，我们付出了不高尚吗？同岛一命，我超讨厌同岛一命这四个字。同岛一命哪里来的同岛一命？有特权的同岛一命啊，你们都会讲，那其他的人呢？我们医务人员有同岛一命吗？连那个没有工作的人都可以拿到10000块，我们护理人员被变相减薪的一堆啊！我真的觉得我都是很忍耐，不要讲。老师跟我讲，哎，玉凤，你不要再骂了，不要怎么样，没有什么的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不骂？我们很斯文，大家很斯文的讲，有用吗？然后我们护理人员跟你讲报离职潮，人家那个台北的离职人数119呢，119呢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这些医院主管都没有自己下来做？我真的讲，你们这些医院的这个护理主任不要做行政业务啦，下来做个一周到两周，然后去急诊这样顾。这些人你都不下来做事情，你每天在那边开会，我跟你讲，下来做个2天3天，你就知道我们第一线护理人员有多辛苦。不要那边只会嘴巴讲，嘴巴讲辛苦，我跟你讲，大家都很会讲啊。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打加油两个字，加油两个字是我最不喜欢讲的。再来就是你辛苦了，因为很难过。有人都讲他2个月、3个月，甚至快半年没有回家了。你们这些高官到底有没有看见啊？啊，不要在那边跟我搞政治啊！然后那边说要政治屠杀，莫名其妙。这年头是颜色对了就对了吗？我今天是一个人民哎，我是有权利要求你政府做好哎。